上眼罩，而且要进行一下检查，确认是什么都看不见的状态。好，二位战友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你们的比赛。两位现在眼睛还蒙着，自己对自己这个环节的比赛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？来，先问一下五号。我觉着我这还算是正常发挥吧。正常，嗯。来问一下一号，现在眼罩还没有拿开，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，对自己的比赛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没有踢到脸盆，应该是直线。你觉得刚才在尤其是第一环节对抗的时候，比分被班长压得很多啊，第一环节5-0，觉得这一场有没有可能翻盘？我相信我自己。好，二位请取下眼罩。来，我们可以看一看自己的位置，回头看一看。哎，蛮不错啊，脸盆一个没踢到。但是走的到底怎么样呢？听我们评委进行点评。我认为蒙眼走正步这个环节还是有一定难度的，选手们既要掌握好平衡，还要兼顾步幅，非常考验这个正步基本功。在刚刚的比拼中呢，这两名选手都没有出现较大的失误，节奏把握都很不错。